好，除了提臀之外哦，有一双美腿当然也是许多女生的梦想。为了宣传 MIT 的好产品，今天在彰化就有一场丝袜美腿选拔赛，17位从网络票选出来的美腿美眉呢，她们要来争丝袜皇后冠军。这完全有秀场的欲望。年轻漂亮的美眉们，一双双笔直的美腿，透亮白嫩的皮肤，穿着丝袜在舞台上走秀，现场快门声响个不停。哇，有没有大 S 的感觉？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咦，大 S 也来站台了吗？原来是明星脸啦！这名美腿选拔的参赛者，脸型和大 S 一样是瓜子脸，一双凤眼和大 S 好像真的有几分神似。在他微微一点点笑容的时候，他像宋慧乔。有这边，有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位绑着包包头的美眉，一袭桃红色的洋装，让白皙的皮肤更加透亮，甜美的笑容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韩星宋慧乔来台湾了呢。本身平时的造型里面呢，强调出不一样的风格与个性和前卫哦。而且这丝袜加亮片，感觉腿更长哎。穿着自己设计的丝袜，有蕾丝甜美风，还有性感辣妹风。17位网络票选的美女，用创意和自信抢当丝袜皇后。最重要的是要把冠军2万元的奖金搬回家。中天新闻陈梦辉、刘义军彰化采访报道。